现在好了，小人物自己呢又当了老板，可是这老板多难当啊！你看他最近几年一分钱没有进，以前赚的钱又都投进去了，还有贷款，说是要投什么基础建设，我也不懂。哎，咱俩也不是什么有钱的人家，他阿爸和阿姨在昆明就是卖花，赚不了几个钱。我一个老阿婆，不给他添麻烦就不错了。孩子呀，发展的真困难。我是看着他，真心焦。我这到了晚上，我就整宿整宿的睡不着。哎呀，阿奶，你可要放宽心，做生意啊都有投入的。你家阿瑶这么优秀，这么有能力，没问题啊。我就是帮不上他，心里着急呀、啊。你看他这么大个大摊子，劳心劳力，他雇的那些人，多少都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做不好，他也不好说呀。宽宽心啊！要说起来，也都怪我。我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又需要人照顾，我自己吧，又不愿意去昆明。要是我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说不定阿瑶现在还在北京工作呢。哎呀，都是我，没事儿。你看我老了没用了，还净给添麻烦。没事儿。饭包好了吗？哟，你这牵着手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你饭做好了没有？阿奶，你请人家吃饭啊，结果早上菜我买的，现在饭我做的，您还催我。嗯，啊，行，嗯。